近日，迪丽热巴深夜低调回京，随后与助理乘车来到某地与几人会合。刚一下车，迪丽热巴就几个大跨步向前走，不过很快就被身边人叫住。几人聊了几句后，热巴便跟着他们向前走。路上他又恢复了走路带风的姿势，一头长发都跟着他的动作飘呀飘，看起来也是英姿飒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迪丽热巴身穿黑色毛绒外套，搭配浅色牛仔裤，将裤脚扎在靴子里，还背着闪亮的包包。看来台上艳丽四射的她，私下打扮倒是十分休闲。接着一路上大家边走边聊，周围的路人也没有注意到她，而助理的手上还提着饮料。之后迪丽热巴就前往某地开始工作去了。看样子近期没有在台上密集曝光的热巴，其实私下正在低调忙着新的行程，难得能看到大美女一回，实在太开心啦。